你们四个人竞选啊，要真心的喊出自己想干的活。我要刷马桶。对，我要工作。你要刷马桶？不刷马桶。那你换一个呗。那我来刷马桶吧。哎呀，你手球了，犯规，红牌罚下。出去。你是太久没挨打了吧你？真的。你。你选一个吧。我可以选那个吗？这个。那睡觉也要摄像？对啊。厕所没有吧？厕所没有，有麦什么的。你说梦话也会被录下来。哇，好香！这煮啥？地三鲜。哎，什么做任务？交给你个任务。刷你！光我五。帮你把肉煮了。嗯。为什么要煮？我不饿我。好啊。煮熟之后你才切啊。嗯。不烫手吗？你交给他放心，他可厉害了，他真的很厉害。不了解了吧，沈月。说惩罚为什么你先说了惩罚你是不是搞设计没有搞什么